昨天呢，我那个后脑勺那一带的痛啊，想解决这个问题。刚才天上有个弧形的，像漏斗一样的，像个漏斗一样的，漏斗一样的东西啊，然后洒下来，看样子就像洒下来的东西啊。天上一个漏斗的东西洒下来的东西啊，形成的那个龙卷风啊，形成龙卷风啊，形成龙卷风啊，咱们天上形成这样那个龙卷风啊，形成龙卷风啊。他有像这遇到这个情况，他肯定消息要传到人间的。要传到人间来的话，要赶紧把这个事情呢传到人间，要把这个事情呢，赶紧要传给人间，要传给人间。所以啊，这边一定要随时准备好，处于那个待机状态啊，在这个待机状态啊。这个时刻，我看到那个哪吒了，我看到哪吒了。看到哪吒了，很愤怒嘛。发现这个场总是人家呢，很有人不尊重这个场啊，有人呢很不尊重这个场啊，所以，他很恼火的在斥那个不尊重的人之外，也提醒我一下，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人过来了。所以我这边脑袋这边也被刺了。这不是开玩笑的啊！如果说呢，这个事态如果继续发展下去，更严重的影响到这个灵牌传销进行的话，真的人都会被带走啊！已经强调了好几次了。如果一再警告无效的情况之下，就是他们要开始行动了啊！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